一下。干嘛？其实我刚刚经过他家。认真。对。而且我刚不是有推荐那个面店吗？也是他推荐的。怎么样？就蛮多。来来来，什么意思？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什么啦？没有，我现在很正经，我 OK 的。其实就还好啦，都已经都过了、啊、时间。对啊，我没事。反正就当散步嘛，陪你散心。好，谢谢。是前面那一间吗？对，前面一间，六寸豆花店。感觉很那个哎、欸，很瓜子。到底。而且我很久没回来这边了。有没有那个哎、欸？你不是说你刚刚会有那种滋一下滋的感觉？原本没有，因为刚睡醒，而且好像有。现在有了吗？蛮多那种画面有点层叠吧。先带来拍照。好，放那个。对。他带我去豆花店，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意外吧，因为他就是有开咖啡厅嘛，老板，所以就觉得他应该是，喜欢吃比较高级的，没有想过他会喜欢吃这种路边的。因为你觉得你现在跟以前，你有变吗？其实我是很感谢他，就是说不管是对。另外一半要提供你的安全感，还是说什么也好，也是因为有那段感情，我才有现在可能，对啊，比较会应付。其实都是这样嘛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蛮年轻的，蛮年轻的，所以也是学生时期嘛。我觉得学生时期就是还是在摸索。如果你能回到之前的你，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话，当然是会改变做法。对不对？对，会。所以你也是会透，也是透过他才学会的。对对对。对啊，所以我们难忘的恋情，都应该算是说，是帮助我们成长。对，是成长养分之类的。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好，这还不错，这样子。有聊到比较多以前的事情，然后还有他讲一些他对前任是什么看法，所以我觉得对，创作当然是有加分的。等一下。干嘛？其实我刚刚经过他家，认真。对，而且我刚不是有推荐那个面店吗？也是他推荐的。怎么样？就蛮多。来来来，什么意思？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什么啦？没有，我现在很正经，我 OK 的。其实就还好啦，都已经都过了、啊、时间。对啊，我没事。反正就当散步嘛，陪你散心。好，谢谢。反正也是过去的回忆。不会啦，我乐观的。对吧？你现在跟我来了，就是整个回忆已经改变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快乐的，是快乐的。对啊，快乐的、啊。对啊，可以啦。